回收新初中时期的音频，趁老师不在做小主持人，好可爱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今天是马老师不在的第一天，各位同学都保持了一如往常的状态。同学是我们的模范同学，他一向都把作业在学校里做好再回家，我们都非常羡慕。我现在在这里讲句讨好他的话，希望他以后能把作业寄给我，超谢谢你啊。竟然在看书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